心内难去，我爱出啦。啊，若无冤冤去用压落在底，无再落喘气。恁昨暗有看到啥物奇怪的人无？我刚刚有看到三个人走去，是一个查甫的，两个查某的。啊，既然别个也都来住喺咱厝，唔都爱甲因小妹带来做伙住，安尼唔才对。不管你拄到啥，任何代志，你若敢乌白讲哦，你就再死。那是你。原来因两人是兄弟啊！啊，你是毋是甲我讲啥物？有人互逼去做探食查某？这件代志哦，你都问恁阿兄。因为信雄兄伊知我在写小说，所以伊知我即摆写的故事。我要来做啥呢？阮家不是你这种人来的所在啦。来的迄个查某嘛是阮这种人。你若真正哦，这么不甘放，该老掉的啊！你若是该老掉，就唔免惊伊甲迄个查某安怎。我落来，姐，我着目睭啊！贵主，咱无可能的。怎么替你带去卫兵，把拆船的行李交代我处理？咱一定要创好好势，知无？来我迄个小所在啊，小开讲者，哈。我等你。一件足奇怪啦，敢若要相拍呢？恁到底倒？警察去？伫遐。哎，信义啊，这边不是咱的管区啦。行，哎，信义，信义。吼，是做阿啥代志呢？老婆，你安尼是变做甲人做大啊？啊？之前咱敢毋是讲好势，这摊算我的。你是甲谁讲好？我答应哦。要比假死是？来呀！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唔通踮遮呢，拜托。这个啦，这个，拜托，拜托。哦，小华拜托你，小华拜托。马三伯，顶边阮娘哩迄条街已经足肥啊，做人莫想贪啦。老婆，你若有巧，这摊生意就我来做，卖伫遐无毛鸡咧假大鸡。你讲啥子无毛鸡啊？点样啊？好啊，我你讲卖出嘴。老婆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卡阿傻哩，即摆让乎我，后摆乎你，安有够意思。歹势，我来讲，即届都要爱咧。啊，你变看卖啊，上手就上脚。
去。老婆，你刚才真想要吃我的土豆泥吗？我若死，你嘛免想要活。老不对，恁警察先弟来啊啦！什么？这里，这间啊。你先送啥哈？你先送啊？我咧抬杠啊。哎呀，开杠，开杠，敢需要嘿嘿叫，吵到大细声啊？哪有啊？你听唔到啦。嘿啦，你听唔到啦。局长，我感觉这内底一定有啥物问题。行，紧带我入去看卖。师姐，因都讲无代志啊，咱紧来走啦。学长，这内底真正有啥物问题啦？这唔是咱管区，咱袂用管的啦。学长，你话袂使安尼讲，咱做警察的人呢，有啥物代志是袂使管的啊？行，带我入去。师姐，师姐啊，阿爸。哦，成功，你回来了。阿爸。啊，这人是哦，迄无紧啦，迄无紧，迄阿爸生意朋友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开工诶，拄只开工了真欢喜，后摆来找你，啊。阿弟，快些，我先来走，啊。吴先生，你敢真是无代志？哦。无问题啦，无问题啦，歹势哦，我麻烦恁走一撮，感谢感谢。好啦，师姐，人都讲无代志啊，紧转啊，咱家己管区巡逻啦。好啦，王先生，那真是有啥物代志，麻烦你一定要甲阮通知。哦，好好好好，这一定一定。敢用我来甲我赌？要怎我就直接甲扑落？我知影是我的刀较紧，还是阿拉较紧？对，我的刀也未比你较慢。同埋，佫去我赌着，啊，无伊要哪死的都唔知。唔佮大，因为阿拉呢？我阿拉是安那，照常甲伊拼，谁惊谁？老大，佮吹车拼啊！我来给你倒卡手啦！来啦，吃一块青鱼汤。你无代志来要创啊？无代志嘛，实在来行行的啊，来培养一下感情吧。像顶摆我替你大哥处理开门前的代志，佮安怎讲？我先讲感情，好。感有。有啦。伊有来倒拍啦！你这死大哥的，不是咱的人，你啥物叫伊做咱的代志啊？唔知影的人就是讲咱才阁欠牌手嘞。好啦，我也唔敢啦。有听下无？阮无欠牌手，你请。甲你这啥物树林汤退转去啦？你若真正有才调吼，你就去拿一支阿达来。阿老哥。然后呢，我先来走了，您无用啦。想要来叫阮阿姊，我过的代志我嘛已经知影，啊，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这个所在真正不是人住的所在，恁两个姊妹啊，一个人牺牲就够啊。阿辉啊，你搁在提醒啥？叫有人客无？阿舅子啊，啊参半个嘛无。无？你搁敢讲？臭屁听吼！快来等，我们紧等，紧等，快点派过来啊！紧等啊！
囡仔，你敢是来找我？是莫变鬼哦，还要惊一条？惊一条，我才会予恁惊死。恁姊妹也是挑剔的，你考验我的忍耐度哟，啊？我咪袂讲啦。袂讲上好啦，我劝你家己的嘴听起来，较袂伫安尼乌白讲话，小狗乱吠。你讲话较客气的，伊是我小妹，毋是小狗。我看就是死，一个小狗，一个虎爸母。哦，我看阮家就要变动物园啦。你，我平常跟你讲啊，平常讲上好，上好什么拢莫讲。好，哎，我做下狗安尼会无啦？今仔你做下狗阁无够，恁小妹嘛爱做下狗，较袂安尼无代无志，你阿哩讲什么故事？我哩讲较细意哦，啊，我对恁无客气哦。蔡信雄，你敢袂当莫无代无志威胁阮？即摆是当你求什么人？啊啦，即摆小妹来啊，讲话红声啊。我真感谢你让小妹倒来吃，啊，不过这无代表你会当欺负阮姊妹啊。阮即马无爱讲，是因为惊伤阿母的心。你莫逼阮哦，啊，无够凶逼急吧？搁较悬的位置莫跳会过。吼，我无讲哦，是你家己讲恁狗的啊。你，阿母。小妹。阿母。啊，恁两个大细声，是咧冤啥啦？无啦，哪有冤？一只虎在遐咧叫啦，阿母是一只小狗了袂肥啦。啊无咱厝是啥物时阵后饲狗后饲虎啊？我要来上班啦。好啦。叫我帮你阿姐耍，对啊，你看老母，敢袂当放过阮阿姐？我知影阮欠你钱啦，啊，不过我已经卖读册去找头路，我一定会甲钱还你。好啊啦，你是要贪偌久才还完？而且是伊家己袂信服我的，但伊伫咧遮若是贪有够，我就会放伊走啊。啊！不过我那只是因为我才会走来遮，方袂信人应该是我。啊，若无，互我甲伊交换啦。查某囡仔，你知影这是啥物所在？我知影。那恁俩阁想要代替恁阿姐？只要当红阿姐离开这，我啥物拢愿意。你想够大。那恁你答应啊？是伊家己要跳离阿姐的黑气，甲阮母家安尼崩言散布，我哪会哈尔啊简单放伊煞？贵族气，阿姆哥，我真欣赏你。你若是有兴趣，我给你钱，你也当做伙来谈。啥款？我无欠钱啦，我刚想要叫阿姐离开家，做袂到。等下。查某囡仔，来，这送你。
以后你若是有困难，随时来找我，贵主子啊。到底要怎做？应该放过阿姊。小妹，妹子，进进呀。刘月梅。你做学生啊，无好好读册，前都无去学校。哎呦，当阵心情无好，想要在外口行行咧。星星啊，拜托你啊，你莫跟阿姊讲好不好？你哦，多谢你啊。那咧，我问你，你写迄个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？迄个乌头老大，敢是才把迄个姐姐卖去做探家查某？你讲咧。我讲。我要哪会知？那恁你感觉这对姊妹啊，去对着这对兄弟了后，最后故事结果会是好的还是歹的？故事是你写的呢，我要哪会知？哎呦，你又看卖嘛！我喜欢好的结果。好的。无安尼啦，咱来小书。你是要小书啥？规滴故事我嘛还袂写完啊。我嘛唔知影最后结果是好诶还是歹诶，啊，毋过既然你又好诶，那了就又歹诶，啥款？讲话安尼神神秘秘，你到底去知影啥？哦，你是要阿歹啦？好啦，我甲你相输啦，啊，卡输那是你赢咧。那是我赢，我想要爱啥物，你就爱给我啥物，袂用诶反悔。好，咱就安尼讲定。来。上课变喏，是爱定去学习。袂用的啦，翘课就是唔对，紧去。你也是少年队，看坐在床上。我即马等你甲你阿姊讲。妈妈，我去就是啊嘛。紧去。好啦。啊，唔着紧去。现在两边的老大都很想要爱这条生理的，听说马萨大还去当着穿，还当着穿，看起来马萨真的是要在，是啊，老母这次真的是踏到气棒了啦，他本来还想说趁天气大在那回民的时候把事情瞧好，谁知道这么麻烦。还有啦，那个庙口王现在也一定很头疼，你知道要怎麼处理才好？頭疼，那是因为我還沒出名。貴主啊，啊你是想要怎？我要讓老婆欠我一個人情。去，你去叫廟口人來。哦。这拢是我亲手做诶，你吃看卖。好，真好康，会当食着你亲手做料理啊！嗯嗯，过当减掉个手筋。啊，真可怜呢，听讲马萨跟老婆拢去找你哦。唉，早若知影买遐古船诶，无法变安尼，我就卖买。那安呢？你怕什么？搞好像？我这么吓人嘛，唔敢搞。王导，听我口讲你一句，告诉你，什么人拢无交陪，安呢都无人听你，你是干咩好过？不只是你呢，还佮有恁囝，还佮有我呢。你讲马上因迄个人，敢会找咱的麻烦？
啊，那你我即马是要安怎啦？即马上好的办法，就是交予老婆。你嘛知影，阮拢是洪少邦伫咧照顾。你若是把生理交予玛莎，就直接得罪老婆，对我嘛唔好啊。你叫我交予老婆，阿玛莎一边我边来交代。伊自然会替你想办法。我应该都要找一个靠山吼。对啊，是归我大病，你的选择绝对是正确的。嗯，你讲了有道理，来，我饮一杯。车查某伊遮暗，阁毋睏，你煞？阿母甲你留菜，甘要我甲伊烫一个？免啦，我袂枵啦。人咧讲，心歹无人知，嘴歹上厉害。我看你的心明明都袂歹，哪会嘴遮尔歹？哦，你车查某共骂，阁在哪里念诗咧？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有什么意思？无聊的。你，你我安啦？我安啦？我你讲啊，恁姊妹两个了代志，我都唔是干那人歹，心骨较歹。我才无咧惊你。哎呦！哦，真系假的呢？你了落去啊，衫裤脱来，我来你听啊。啊啦，啊唔敢话怪啊，啊唔是勇敢的，勇敢的好爸母，你唔是讲唔惊？你惊这啊？惊这啊？无聊。暂时爱较早起床。阿姊，你是不是介意着蔡信雄啊？月梅，你是咧黑白讲啥？我才无黑白讲咧，若无你是阿要替伊添柳啊？我是因为阿母目睭无方便，才甲斗相共的啦。你莫黑白想啦。啊！不过，谁人你对伊讲话口气这么好，搁一直甲伊斗相共？我
其实我感觉，伊人嘛无遮尼歹啊，而且又甲咱斗相共，嘛足有效的啊。阿姊，你千万袂用介着迄个流氓啦，伊是靠交警，佮有查某囡仔趁钱的大流氓。你若是真正甲伊做伙，你只想着去了了啊。安尼嘛无差，为着你，佮走去。你去倒？无啦。你拄只讲啥？无啊，哪有啦？这是啥物？你去学美玲，去找鬼珠子。我问伊，你哪会当去迄款所在啦？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要安怎？你哪会这毋捌代志？这无听话，因为我无想要看到你为着钱，甲家己卖掉。我嘛无想要看到你予蔡信雄包饲，变做伊的查某。吴美玲本来就无应该是你去，拢是因为我你才会走去遐。红梅亭应该是我才对。好啊，莫阁讲啊。阿姊的下场，你阁无够清楚些。咱两个姊妹啊，一个人牺牲就有够啊。你莫让阿母伫天顶，阁袂安心，好不？这个林江，我会替你许过自己。以后你绝对袂当甲吴美玲有任何关系，知影无？那安尼你敢袂当答应我，我莫甲蔡信雄有任何的交叉？会啊，我袂甲伊有任何交叉。那咱做伙离开这好不好？你莫再讲这个代志好无？卡早困。我真相信你讲的话。上课无犯法，也毋过这个犯法啦。讲，这草菅人命是毋是你老的？我想要草菅人命啊！你上好爱知影，创治司法人员是爱食官司，爱去坐监的。你耽误清白，还先去上课？就算你是警察，你嘛敢我犯法啦？你。你坐我的主管要创啥？骗我着！你创啥？我的婆啊！你摕倒去对看麦，这敢是江一个人写的？警察，还阁有啦！你上好莫伫我面头前变鬼变怪，若无我一定会知影的。那不是你亲阿兄，你都唔知影，抓准你有外高，警察了不起。Thank you.
一透早就咧穿衫啦。最近生理足好诶呢，啊，搁有一个身躯有芳味诶小姐摕衫来互我做，啊，我遮嘛爱紧做做互人，安尼我才有时间通做两领衫互外几千啊。安尼嘛袂用伤忝嘛。袂啦，袂忝啦。佮讲袂，你就是我无了解你诶个性啊。你为着要加赚一寡钱，都安尼拼死做。即卖其实免安尼啊啦，但我甲信子啊，拢有赚钱啊。你千万都唔好伤忝啦。好。阿姆，饮茶。哦，好好。谢你哦。谢你哦。对。你的药挺好啦。阁袂歹嘛，不过我感觉阮老母天气较赞。嗯，你这个囡仔吼，啊人偌贵安尼好意给你添衫，不共说多些，我咧讲遐。我要上班啦。哦，你较顺利哦。贵叔，阿姆，我衫做好啊未？好啊啦，来来，你这。阿姆，我来去洗碗。阿姆，你哪会知影是我？来给我做衫的小姐哦，无人像你身躯顶有芳味啊。哦，对啦，小姐，啊，你甲阮老先生信雄有熟识哟？无啦。不熟悉啦。嗯，阿伯拄只我哪会听你咧叫伊叫什么主？无啦，阿母，你听唔对个。我跟你走。嗯，我拄仔看到迄个查某囡仔是啥？是你信不信？唔是啦，我嘛足希望我有这个福气啊。伊是来暂时住在阮厝的朋友那边。恁家无偌大间，哪会住的咯？我的眠床吼，还阁睏会落啦，所以伊是跟我睏。啊。是甲你讲过莫来，你啥拢唔听啊？老婆，慢的啦，我来做衫，衫做好啊，当然是要来摕啊。你莫过来做啦。是安怎？你就知影过门。其实我是来关心你，听讲你甲阿廖的玛莎去抢毒。当阮不是同你冤家相拍，那有什么好奇怪？话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不过这届成为庙口王。伊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我来关心一下，我真正常哦。贵主，你无必要安尼啦。我感觉咱的关系上好是回去以前迄个时阵啦。你是讲，你在我去做头一摆的时阵？不是啦，是咱这几年来的方式。我是老毛，你是探家查某，咱互相斗相共就好啊，莫咧黏贴贴的啦。我考虑看卖。阿姆哥，我真欢喜你无破戒，一万块，我希望到时阵我会当害你。莫搞讲这无聊的代志啊！其实我今仔来上大的目的，是要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今仔中昼，庙口王要请你吃饭，爱记你来哦。是你爱起来坐，还是要叫我落车？
这敢是送给你小妹？你若介意，我搁找一个新的葬礼。贵主子，我这世人已经是无希望。啊，不过阮小妹无同款。好啊啦，我甲你讲，你迄个新妇仔面去老侯老婆欣赏，我无爱看这种好男面啦。慢行，贵主子，贵主子，贵主子，我干阿姐伤害你啊！你袂当伤害伊啊！学长，你帮我看一下好不好？这敢是同一个人写的？学长，你帮我看一下啦，这敢是同一个人写的啦？差不多啊，啊，你问这是要创啥？我要找证据，我要抓人。找证据？你这认真，你想要先锁定我？好啦，你继续找，你继续找。同款呢，学长，同一个人写的啦。你讲是就是啦。学长，这敢是你做警察的工作态度？是安那哟？学长，之前风化区的代志，你甲我讲内底有真侪妹妹角角，唔是我管得着的，爱我卖管，我嘛听你的话啊。也毋过这边病院的玻璃去用讲破呢，感觉迄动作无看，咱是人民的保姆呢。保护善良百姓是咱的责任啦，我敬，恁就继续笑我好啊！讲我认真想为要做所长，我唔惊恁笑，我只是想要把我应该做的代志做好势啦。新进，学长。这三份的笔迹是同款的。多谢学长。那呢，我先来去报应啊。这狗囡啊，希望你挡会过。何处小姐，你敢袂使阁甲我讲一下？迄天暗时，你看到迄三个讲无礼人？到底是生做什么型？我顶边不是讲过啊，我出来时阵已经走去啊。要唔过，我安怎样有一个查甫，两个查某的，年纪拢无大。卡叔，我哪会当找人给你指令呢？这，我无想要惹麻烦啦。我袂甲你惹麻烦啦。我先甲你收挂号费五块。五块，我只有存两块啦。爱五块，搁差三块呢。拜托姐啦，我存只钱尔啦，拜托姐啊！阮孙的爸母哦，拢已经出车祸往生去啊啦。啊，这囡仔是有干的哦，无看会害啦。不是我不爱看，是一定有交代。无看会死啦，我已经无惊啊！这孙他是有三两两。是的啦，我真正无法度。小姐，拜托无我甲你跪啦。没你啦，没你啦，无够的，我才有啦。多谢啊，多谢警察大人，多谢。别啦，别安尼讲，你叫我给你安排医生甲看，我赶快再来找你。
佳倩。刘口，你也知影死鬼我大变，我来阮红沙帮，算你个强，莫怪你会成功。来，我敬你，好啦，就拍恁命。无啦，老大，我若干来想着恁妈啥，卡袂着啊，枪都飞出来，我是无惊死。惊啥啦？有我伫咧啦。你的安全，我来讲。哦，不要，哪里拜托你。来，合作顺利。刘浩，啊，当时饮你的喜酒了。哦，啊，贵族啊，你看什么时阵该收啊？什么时阵我要家己敬？若要敬就紧敬啦，卖拖时间啦，代志紧早处理，紧好啦。要敬还是慢，嘛是我家己决定。我敬大家。可以升起来啊！吼，来，饮酒了。等下，你倒去甲你妈婿大讲，庙口我已经决定要将行李交予老婆，叫伊卖孝顺。趁食查某，竟然敢叫我卖孝顺，伊真正是甲天公作大哦！大呀，迄个是庙口王的查某啦。废话，敢着你讲？哼，这个查某竟然这么好胆，敢跟我骂三字，恁爸绝对要会好看。来，你们得了。来，来啊！贵叔，这杯我敬你。多谢你的倒三工，庙口王这个拆船的生意给我做，我干了。这一杯茶尔，就是要感谢我，伤过半夜啦。无变啦，我摆几桌啊，请你嘛。我家己当食袂起，无兴趣。啊，就无变啦。你带我来船顶，我足久无去船顶看看。袂用的啦。是安怎？你卖问啦。是安怎卖问？是安怎？安哥，哦，行，我带你来散步啊。咱已经无适合啦。是安怎无适合？是安怎袂用个带我去船顶？是安怎？好啦，你不要再问是安怎啦。因为咱以前是好朋友，但是今嘛你无将我当作是朋友啊？是你无把我当作朋友。贵族，谁咱袂当甲伊早同款？谁你一直要逼我咧？是你逼我，你唔肯给我机会。因为咱无可能啊啦。那会无可能？我会应该啊。你给我时间，你会当看到无同款的我。无一定，到时你妈会感觉咱两个做伙较好。贵族，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你。你知影无想要改变即卖状况，我感觉咱即卖安尼真好。
安尼真正较好啦。唔过，我感觉一点仔拢无好。贵珠。好啊，你莫阁讲啊。我虽然唔是同情。这杯茶，当作是我接受你的感谢。以后庙口的行李，就交你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让你做上赚钱的头家娘。哼，头家娘，再搁讲啦。还够有啦，我过真烦恼伊的小妹，伊离伊较远啦。我哪会唔知呀？你介意迄种爱讲人卡脏话查某啊？我讲的话，你也记在心内啦。刘冠梅，我咧叫你，你是无听啊？无呢，真正唔知死活你啊！老布大，有啥物代志哦？是向英俊，你叫我老布？安怎？你今日想怎啊？你就是老布啊？听讲你去贵州遐了，我见过你哦。上好唔好惹伊，你惹袂起啦。那安尼，你慢慢来惹阮阿姊，因为你嘛惹袂起。我也要走呗。走啦。老母都袂歹，哪会嫁出这种姊妹啊？这种是安怎？我甲你讲啊，阮阿姊就是心肝伤好，才会为着恁老母替恁阮妈你的身份，才逼我爱恁来，每一件代志拢讲出来。阮这款是安怎？你讲啊！像你这种老母，你才配袂起阮阿姊嘞。是嘞啦，这么有你上班的时间。安尼，你要来补上我？这。吴小姐，你看一下，敢就是？有人，紧走！是因，就是因三个啦。阿兄。是不是你带那对姊妹啊去给我看病的玻璃啊？是啊，不是啊？你哪样在想？你给我回答，是啊，不是？是。你是安怎要安尼做啦？有那间病医生看我啦，坚持要收保证金，阿都无摆开刀，唔知害我规日，伊安怎？因阿母过身啦，所以你就带因去给我看病的玻璃？无唔对。阿当初时，你为着要替我担罪去用关，即马明明都无你的代志呢，你搁要犯同款的错误？错误，替你担罪是错误，替因出轨是错误，我无安尼认为啦。阿兄，你带迄对姊妹啊来门口找我，恁的代志莫让我不知影。这个代志跟小妹无关系，你若要抓，就抓迄关就好啊，好不？阿兄啊，伊这个做阿姊的，真正跟你足像的呢。这件代志哪会跟伊无关系？草菅人命，明明就是伊下的。辛苦。
件代志，你想要安怎处理？公事公办啦，该抓去关的哦，就要抓去关啦。不用的啦，我还是学生呢。敢做唔敢担当？你拢敢在我的门口放草芥人面死的你，你唔敢负责任吗？王梅，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你是咧想啥？我唔是甲你警告。什么梦？啊！你这样不要。放开啦！王梅，我拄才问你，你也袂应，是安怎？我有良心吗？因为我对社会有责任。你敢真正是安尼想的？当然啦、啊，因为我是善良好百姓。善良好百姓，会共弄玻璃，弄敢欢喜？好啦好啦啦，我来处理啦。你要安怎处理啦？我还阁是学生呢。我知影啦。新姐，你别动。我是警察，恁是犯法的人，我要来去处理恁的代志。你是读得罪，无代志个代志也出来，家家己找麻烦。对俺小妹讲话较客气啊。你两个姊妹啊，真正白目，够歹斗阵的，歹插你。蛋姐，你有啥要安尼做？我根本就希望咱三个拢互掠去警察局，是安怎？只要蔡信荣去掠去警察局，我就唔相信迄个戆警察，伊也唔知影老布就是因阿兄。那安尼，你的代志就去用查出来，你就当得到自由啊！袁梅，你想了伤简单啊，这是无可能的。伊要莫安尼做啊！罗马做出什么代志，咱唔知影。你若搁安尼乱，万一若是出什么代志，卖怪阿姊无提醒你啊！阿姊，我安尼做拢是为着你好呢。好，放你来管上好。阿姊，蔡警官。你敢知影你安尼要求我，写我暗藏犯罪事实啊？嗯。要唔过，既然你要求我，我就暂时先把自家代志放下袂记。多谢你啦。要唔过欠我一个人情哦。我知。那你蔡警官，你怕什么？欠我一个人情啊？是请我食饭，还是看电影？啊，我正有一间西餐厅，阁袂歹。这。去哦，医生找你啦。哦，好，谁来？蔡警官，安咱讲话哦。特别拢听这么悲哀的歌，我呢，就是一首悲伤的歌。这首哪会这么苦？苦的是你的心啦，是你家己想不开放不落。你若是嫁予庙口哦，就是人咧讲，翁有钱，宝有势。大家嘛山顶海面爱啥有啥，大行拢嘛是甜的啦。那安尼，我干嘛这苦？戆人呢？可，你哦，你迄个人心肝内，我到底算啥物？朋友吧，唔对。
伊即马看到我就闪，连朋友都不如，伊要离我远远远。我知影，伊是无想要伤害我。阿、啊、你讲安尼？因为我好伊拔掉，我拔袂开。对，替我想办法，我要那倒还口。你讲的是真实的？是啦，我有听到吼，路口王甲贵主咧讲话啦，讲要甲生意吼交互老婆。啊，你若法度甲吼贵主吼安顿好势吼，路口的生意就是你的啦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叫我对付这个探车查某？无啦，马萨大，这都爱你家己决定啦，我来看啦。啊对啦，啊时间到啊。阿哥要聊不？没啦，两小等你。上来就位。什么？我叫你讲，你拢讲啊吼？拢讲啊啦，不过这件代志对贵州唔好咧。这里唔免吃啦，来啦，这好领啊。你还记得哦？这件代志哦，千万唔通让风霜爸兄弟知影咧哈。放心啦，我嘛真迷哦，啊，可是会到啦。好啦好啦，紧张。行啦，啊！唔困了，家己也饮酒啊！我困袂起啊，还要陪你饮啦。你加饮过啦，那以后你去干哪内底，就无酒通互你饮啊啦。不是你讲啥？阿兄，我真正是想无呢，你到底是咧想啥？你是安怎要甲迄对姊妹啊去讲病院玻璃啊？迄间病院看钱无看命，我亲目睭看的，真正有够可恶。你讲的无唔对啦，也毋过你嘛袂用安尼做啊。你有啥物证据？证据是无？证据已经互我收银啊收掉啊啦。你真厉害，莫怪是阮小弟。你害我暗藏犯罪的事实。你害我违背家己的良心，你去甲我讲。我知啦，感恩啦，来啦，我敬你啦。哎，你饮了用是会醉呢，还是会当啉醉吼，上好啦。啉酒醉就会使甲我所有理想拢放互袂记的，参像其他人同款，大家收烟也就好啊，安尼较安全啦。什么叫安全啊？阿兄，我有我的理想，我无想要做这款代志啊！犯罪的人就应该抓起来。今日若是因为你，我变哪有可能安尼做啦？我变哪有可能啊？好啦，拢是为着我，歹势啦，做煞去啦。为你吼，迄间病院我嘛去看过啊啦，因真正是草菅人命啊！今日你洗掉的，我有法度替你暗藏。阿兄，我甲你拜托，你千万都唔通犯大条的。在底家，夏丽玲，那你家好？无啊，就想讲，其实你人嘛袂歹，甲你说多谢啦。
你知影就好。哎、欸，阿丽安呢？刚算接受贿赂哈。紧去上课。知啦，才袂阁给你抓到嘞。找他们家哈，校长啊，都找好了，郑医生。你这是包啥啊？那也无吧？那素的啊，真好吃。拜托，你是当作回想哦，一透早就叫我吃素的，我是免让我溃烂啦。有困难是要创啥？去跟人相谈，危害兄弟心。一套出来跟我讲这個，我白听啦。对。你小弟只该放过操心，也不过是绝对袂放过老婆。够讲，无讲就无代志啊，信。信雄。你会当会当安怎？离开阮的兄弟哦。是啊，只要你有心，这并无困难啊。你当作我咧甲你卖面的哦，讲卖就卖，讲歪卖就歪卖啊。你唔捌啦，江湖是一条无回头的路，敢来当直直行落去啊？不是，好啊啦，莫阁讲啊啦。哎，够啥人吃哈？足枵的啦。这个鸡腿是要帮阿爸，你摕去啦。拜恁爸，我来敢吃啦，你嘛拜托。你摕去啦，这个袂得有。那只灯啊，你这是藏偌久啊？哎，你若知影信子也不爱办咱的代志，伊有跟你讲吓？我怎有听恁讲话啊？你怎偷听阮讲话？你一个赤查某，真正嘴子长耳也尖呢。你也该偷听阮讲话，你试看卖。阿文是变怎？什么下厝变安怎？变安怎啊？啥下厝变安怎？你是敢搞安怎？啊？真正是赤查某你啊！哎，是啥？你是无想要活呀？包较水咧啦。贵族，这条破链，你想要送我啥？啥都不会送。啊，你过来这创啊？你无爱带我来，我都家己来，会用的无？啊，你不是无人请，都家己来啊？我知影，今麦这只船就像领导同款。是我这种人没亲切入来，亲切你安怎讲？老婆，我问你，对你来讲，我有重要无？重要。真心的，跟我兄弟同款，重要。我要试看卖，我有重要无？
等下，后壁林是这条路，你要走去倒？贵主子啊，请。哟，心肝宝贝，等你啦！你先等一下。姑祖真叫不动了。你这是要安尼做？你唔嫌马少大找你的麻烦哦？我去试看卖。这款代志阁有法度试，足危险的呢。安尼有价值。贵族啊！你哩会记？等代志不卡大，你才感到不够。我要让伊紧张，我会知影，在伊的心肝内，我到底有偌重要。哎呦，心肝！哎呦，创啥啦？你是安怎？心情歹啊？哎呀，无啦，无代志啦，希望真正无代志。出代志啊！无啦，你出去蚵仔寮人掠走啊呢？啊，伊是你的人客，你是不是联合别人甲拍，佮抢走伊的钱？不是，不是啦。我会继续查好清楚，到时哦，恁一个一个拢莫想要闪。唔信啊，你来吼，动拢动。假使我老三要三顿两顿，我老母就拜托你啊！我第一路听到人咧讲，阴暗有乌托要吃饼。记住！我跟你讲，信用有可能跟人吃饼，你今日无代志，就再甲信用讲点了。你现在为何是一个流氓？你敢知道？我现在烦恼的是你对这个流氓有情，你知无？感情在唱歌玫瑰，我该信。是不？我肯定知道这样性命啊。等下跟他是兄弟啊吼。咱老婆现在这样刁，先卖工资了。今天你两边的乌刀，是你吃饼啥？老婆是啥？警告！人在是安怎呢？目睭皮安尼哭哭喘，啊！这心肝头吼，拢感觉安尼杂杂。心声是。